别看我那种腊肠，好不好？不过最奇怪的是，他第一次生完放到我房间，我房间因为房间里面有电视嘛，电视或者是心仪人，啊，周星驰那么有缘，你们的我不是他有没有看？你们一家人都跟周星驰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那个有些男突然就放了他那个录影机那个电影。哎，很好啊！啊，对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他的命运了。我告诉你，啊，不会，韦小宝，第一个了。实话，你有没有给他？